为着会场的特殊，啊，请咱将咱的手机转做无声，或者是震动就好。
这个咱要为着各基督徒王宝祥兄弟个别礼拜，选择，因为现在咱伫地上得到的这个宝贝的厝，那拆起来，上帝会予咱天顶的厝，唔是人个手起的，是永远的厝。大家来吟圣诗第287首，救主我爱主你，请会众起立来吟短唱。
保守看过头前的日子，用天来威雷的宇宙带领帮咱整个的家族。主必的天父啊，你是全能万全能的上帝，因为听世间人切派你的独生子，我的主耶稣基督来替赎我。既然信靠你的，拢得到拯救。我的仰望就是你，恳求主必的天父坚固我的心，扶持我头前的路障，有你的陪伴，时刻同在。今仔日会过一礼拜，甲所有的听书，恳求你带领，搁祝福伫今仔日所有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要请蔡文彦长老来读圣经。其实我来讲读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加二十七节，请大家注意来听。二十五节安尼讲，耶稣甲伊讲：“我是个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犹久会阁活。二十六节，所有现在伫活的，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敢有信无？二十七节，马太应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伫未来世间的上帝的子。以上，愿上帝祝福伊家己话。啊，这个是。这家圣歌对音来唱归诗，啊，请咱圣歌对音。
看到将时间交咱牧师，愿最后所祈祷的平安，伊的稳定，祝福伫咱个人的正位足，以及咱来个的正亲友。所以，亲爱兄弟姐妹，咱今日伫这个所在，是为了个人，从保正兄弟，伫这个所在来葬伊最后一程。伊已经带伊已经的落苦，伫伊一生的中间的岁月，虽然是68岁人尔，同时伊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值得真济只的民主的前进。伫这个所在做教练，虽然无得通甲前李登辉总统，还是彭明敏教授来做比拼，总是伊一个平凡中的无平凡的一个民主的斗士，伊贡献伊的大半世人，伫这个民主的运动的顶面，所以到今日。咱才有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台湾，所以伊过去是用这个职业是用西装做西装，那别伫迄个时代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套路。所以咱今日有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布置，就是伫我郑秀平的所在。有更一台战车，啊！这一个纪念个人，伊怎样过去伫事业，甲伫民主的运动的顶面，伫咧做伊的努力甲打拼。安尼一个贡献给民主，贡献给台湾，就是伫伊的背后，的确有一个真贤惠的一个太太，伫这个中间会当予伊。用较侪的时间来贡献伫台湾，所以咱伫这个中间有看见咱王宝强的兄弟伊的夫人，以及黄金珠叔叔伊是公益行动教会的中执，每一摆咱若看到伊的时，伊就是安尼笑头笑面。如果我来到公益行动教会，差3年外，每一次已经这个时阵看到宝强兄，已经拢是倒伫这个床里，伫迄个所在这个汽车关节，即个都有即个动作，拢是太太伫身边伫咧甲伊服侍。直到后来，太太家己本身嘛破病。医生严严来禁止讲，以后这款的代事，唔通搁在你家己本身伫迄个所在咧落落，因为即摆搁是疫情，手足搁非常的麻烦，过去一直拢是太太亲自安尼家己带出带入，到后来家在也有效第二路，有伫这个所在献寿的，对，伫这个中间。阮同教会用了这款安尼唔甘，亲像家己的亲人，这款的感情来咧赞别阮都敬听的王宝强兄弟。真一摆，我甲阮的张医师伊是咱伊也博士，佮是咱中山医院的教授，伊安尼非常。关心伫社会即个民主的运动，伊也真疼着即个同伴，所以伊拢亲自出信去到伊个府中伫迄个所在甲伊问诊，伊毋敢甲公布正兄弟，也甲弟弟即个年纪长辈，咱知影伫年纪长辈，若到做咩事病院出诊，就安尼就主动着。是拖拖拖地，叫车搬去搬落，
非常的麻烦。当时啊，阮张医师伊安尼家己一个人，安尼到土中头，啊，就到到达都台，啊，为着这长辈伊个服务，啊，所以我有几落届，所以做伙出去，啊，去探访宝城兄，啊，看见安尼平时底，啊，伫伊个中间安尼咧照顾，啊，实在互我真大个感动。所以，今日咱伫这个所在，咱用这段个经文。啊，来甲咱大家来探讨，啊，咱怎样会当伫这个耶稣，彼得耶稣所讲的，我一个我，一个我是活命，信我的人虽往死，犹有一个我。啊，这个对咱唔是教会的人来讲，咱会感觉讲二得接受，拢是拄拄啊好伫今仔日，啊，拄啊好是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为了全人类，啊，爬起哩到十字架顶，牺牲伊个生命。啊，多好！伫马拉代，全世界个教会拢咧庆祝基督教，因为全世界上最重要个节日就是割礼日，就是耶稣对世人讲割礼。所以耶稣对世人讲割礼，所有个信伊个人也欲安尼来割礼。总是今日拢讲即句话，我是活命的主，信我的人虽往死也袂过我。伊在伫伊的背景，在伫发生伫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咧讲起一个耶稣所听的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啊，有两个姊妹啊，一个小弟。啊，这个家庭两个姊妹啊，一个小弟。拢真痛苦，啊，所以啊，当咱因个小弟破病严重个时阵，就派人赶紧去甲耶稣通报，讲你带你所疼个人破病啦。这是记载伫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这句话甲咱讲起一项代志，主所疼个人会破病。拢是唔干那是主所疼人会破病，到后来耶稣去到伫这个家庭的时阵，拿撒路已经死了，拿撒路唔干那死，已经待伫坟墓，而且已经死四日。咱一般的肉体到三日就开始咧腐化，差不多会渐渐。会较大，因为无通啊，亲像现在安尼有这个殡仪馆冷冻，所以啊，只有安尼个人安尼过往的时阵，会渐渐兴起这个啊，这个味，拢是过四日，已经是完完全全啊，是安尼未通清分啊。啊，总之耶稣在迄个时阵，竟然来到伫这个家庭。甲伊下这两个姊妹，甲这两个姐姐，甲因安慰，讲我是活命的主，信我的人虽往死也会过我。伊佫问伊这个姐姐讲，讲你相信吗？这个姐姐真确定讲主啊，我相信。果然耶稣到伫这个拿撒路所在的坟墓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大声喊话讲。拿撒路出来！这个时阵，果然拿撒路，伊就对坟墓内面安尼行出来。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圣经所记载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一个真正的历史。对于这个所在，咱对这个背景，咱通看见。耶稣就是有这款的官兵，唔是伊讲的真正，是发生这个事实。所以家里圣经流传到伫今日，犹有伫这个所在，予咱会当确信耶稣是一个有官兵，会当予人对世人中割话。所以咱今日在世的时阵，咱无得累死。无即大梦，拢是耶稣，予咱对世人中个话，是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个代价，拄多啊，差不多我咧讲起，这礼拜就是两千多年前，耶稣就了，伫官府的所在，伫这个宗教的法庭的内面，伫迄个所在就起人就鞭拍，就侮辱，伊拢安尼点点无开的，因为伊知影。这个人拢亏欠上帝的恩了，这个人拢是伫这个中间来犯罪。咱咧讲犯罪，伫圣经内面是做标准，唔是咱啊一般国家内面都咧讲，着爱真正物证事情、时间、地点拢是明确。圣经都咧甲咱讲的犯罪，就是咱的心内若有妄妒，若有生气。那有伫迄个所在贪恋、贪欲，安尼拢总是算是犯罪啦。那这样吼，咱一日那甲安尼安尼简单甲算者吼，安尼咱简单讲啊，十条就好啦。一当365日，就3650条啦。一世人80岁吼，安尼就10,000条啦。啊，遮个拢总着爱挖去。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替咱救赎，所以啊，伫这个2004年啊，这个有一篇电影叫做《耶稣救难记》，这是一个导演是梅尔啊吉伯逊啊，这是真出名的一个电影明星，后来伊伫迄个所在做导演。啊！伫这个中间，啊，伊的成本用3,000,000美金来拍成这个耶稣受难，诶，这个最后诶，迄个12点钟的故事，啊，这是根据4卷的圣经内面的福音书的事迹，伫迄个所在所写成的，所表演成的。后来伊总共啊，赢得全球6亿1,200万，对是38，讲起来讲是利润，拢是会当讲是，伊伫迄个所在引起济济基督徒伫迄个所在的共鸣，甲伫迄个所在真大的警醒。我本是看白纸黑字，以前看见伫电影，耶稣怎样为着世间人伫迄个所在受苦。怎样在迄个所在就冤屈，在迄个所在就软骂就废笑，伊拢安尼吞忍了。伊知影，人有罪就爱有人在迄个所在替人赎罪，总是无有任何一个人会当来替世间赎罪。就是敢若迄个道成肉体，就是对上帝正做人的耶稣基督，只有法度通替一个无罪、一个无罪之身，才会当来替有罪的人伫迄个所在来救赎。所以，伊完全正做人的时阵，这部电影咧描述，伫最后12点钟，伫迄个所在受着罪罪的这刑罚。地地才会变白，犹有安尼通明审判。虽然总督比较多，6摆中间有5摆宣判伊无罪，拢是到后来伊还是屈服才会群众这款的喊话，行了安尼引起摇动，失去伊的乌色无，所以甲耶稣葬起到12。拢是单单就判定刑了后，就爱对耶路撒冷的所在，行路行到城门，迄个列士沟，这个叫做国库山的这个山顶，总共有3英里的路。伫迄个所在，遐个耶稣就爱家己扛迄支等于本身的十字架，迄支十字架，伊爱家己扛嘞。伫这个中间。啊，拄好伫安尼，耶稣安尼推门就进门，啊，伫迄个所在就鞭拍，啊，通门无通休困，透早搁着爱扛这个刑具往这个国库山去，
对啊，叫也行到摇摇摆摆，跋倒搁爬起来，跋倒搁爬起来。天主教真爱纪念，迄、那个耶稣总共跋倒十四次。对啊，罗马的兵丁就伫迄个所在叫一个人来替伊扛十字架，因为这是罗马政府的予兵丁的一个这个官兵，对伊就殖民地的以色列的百姓，敢若是有顺服。啊，拄点着一个叫做古利奈人西门，伫迄个所在来替耶稣扛十字架。这个古利奈人是下代讲是古利奈，就是现在这个利比亚北非这个所在。伊是犹太裔，伫当初是亡国的时阵流亡到伫这个北非的所在。就讲一世人，若假如有机会倒转来到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标证，正对伊一个犹太人的心愿，伊犹太人的一个荣耀。当时伊安尼虔诚内道，迄日来到现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看见几千几万的人伫迄个所在，安尼咧看一个少年的教育法的先生，伫迄个所在咧扛十字架，带互这个兵丁家叫去家替伊扛迄个十字架。伫迄个中间，伊非常的唔甘愿，为什么是我？坏坏咪？那是我，当时当当，伊甲耶稣伫迄个所在咧扛一字架时，伊看见一个少年教育法的先知耶稣，伊思想，伊伫迄个所在安尼觉得，安尼会当安尼，予人真羡慕。伊安尼对原本迄个反抗，原本迄个唔甘愿。伊的心渐渐就柔化，对唔敢人讲迄个罪过，伊甚至将耶稣解难的、解爱的、解安尼满的，安尼跟甲伊做伙行到伫各国乡，定义罪过的所在。当咱伊行到迄个所在时，伊留伫现场，伫迄个所在看耶稣就定罪过这个情形的中间。伊听见耶稣竟然伫十字架顶，伫迄个所在大声喊话讲：“爸啊，赦免伊，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遐欺负伊的人，遐配相、甲伊配对烂的人，遐逼迫人，拢伫十字架的，伊一个拢记会了，一个教育法的先知，打得通话那边。伊当然知影，当时因为知影，只有伊牺牲家己，伊才有法度通予遮个人得到赦免，予遮个人得到白上帝的接纳。所以替大家祈祷，讲上帝啊，求你着赦免伊。唔敢那是安尼，伊的第二句话，竟然就是啊，甲边仔下一个中道。因为甲伊做伙定的一位叫总共有两个强盗，一个是倒兵，一个是正兵。而且其中一个强盗在迄个所在咧笑耶稣，讲我平常时虽然是做歹，我嘛有听伊讲讲，你会当无偷耳人的听，偷耳人的听，去拜卡的走路前面的看见，死人的哥啊，哪哪个你遐敖，你唔带安尼家己落来一位叫上带高安救落来。另外迄个强盗甲伊讲讲。你怎麼就要用這樣這種的口氣跟耶穌說話，咱所做是咱應該擔當的，這個人是無罪的。對於他跟耶穌求說，主啊，求你接納我。耶穌就在那個所在跟這個人，這個強盜跟他說，說真理，你要跟我做伙在路。所以現在這樣這樣第一就是耶稣伊的北堂，第一就是上帝为了世间人所准备，伫这个所在予世间人的礼物。就是伫这个时阵，伊已经就埋葬，同时埋葬死，并无结束伊对世间人的疼。伊伫明仔载全世界的教会拢咧纪念伊的歌话，
因为伊若无教我，就无今仔日的基督教，就无今仔日的天主教，就无今仔日的东方正教。所以就因为伊有教我，予咱这对信伊的人最忘记，咱有缘得到教我。所以伫伊的内面，咱得到了解，咱得到盼望，咱的生命得到交托。咱的关系得到和好，咱对将来有一个期待，咱较赢伫迄个黑暗的势力，咱得到圆满。第二，耶稣以临死的心情，伫这个所在都带予咱的祝福。对这个鼓励来人，伊后来伫迄个所在得到感化，伊安尼主动去传扬。耶稣基督是一个慈悲疼痛的主，伊后来伊甲伊一家人拢得到足大的祝福，连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也称呼古列奈人的西门的太太叫做母亲，因为伊的家己是保罗真好的同工。所以在这个中间，予咱通看见，古列奈人已经这个西门，伊安尼在迄个所在安尼尽到伊最大的规律，对原本的唔甘愿，到伫后来顺境顺服。咱的保证兄弟，咱的家族，的确有地地觉得安尼真。有地地感觉安尼无公平的所在，我的老爸奉献伫社会，我总是自然管着自己较地即款照顾。伫即个所在，用国内的人坐门，伊嘛感觉伊足衰，为什么伊那会遮济人？规家千千万万的人伫迄个所在，拢咧看即个世代的大审判的结果。那是只干那救救着伊，所以到后来，古列奈人西门伫迄个所在得到救助，唔干那伊本身得到救助平安，伊甲伊一家人也伫迄个所在得到尊敬，得到高富。所以伫这个中间，公益行动教会，教会是表示社会良心。阮代表社会伫即个所在，甲阮做敬听的黄金执事伫即个所在做道者，甲遮个囝儿孙甲恁做道者，因为恁将恁的老爸甲黄金执事的红财奉献伫即个社会，当时上帝已经带去伊世上的劳苦，但阮的托着了伫即个所在有免的。平安礼拜面的中间有讲起提摩太后书，保罗做咧讲，讲我已经成真好的经典，已经尽妥当的路程，已经走所尽的道理。对待了后，有义的挽留，为着我陪伴下的，就是主对公义的审判之，伫迄一日背负我，也要互我，也要互遐个囡仔羡慕伊。天下的人，所以咱每一个人，咱仰视耶稣基督，搁我仰对咱的救主，伊即马现在站伫圣经最后一卷，做咧描述最后第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伫迄个所在讲起，我搁看起有新天、新的天、新的地，因为神的天甲地已经过去，海也无搁再有。然后佫讲，我佫听见有大声对座位的出讲，讲上帝伫会幕伫人的中间，用白马马甲因大甲跳起，因要做伊的百姓，用地本身马甲因之地来做因的上帝。然后第十一章第四十讲，讲佫要甲因的白仔，刺激因隆重的白仔。因为无可再有失色，也无可再有哀伤、哀悼、痛疼，前的代志已经过去了。
所以咱的个人无搁再互这病症伫这个古代甲咱拖磨，疑点伫上帝面前，伫迄个永远的正国，你讲啥物？启示录，但是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五节，阮无搁再有面子，也无搁再欠用灯光，甲这个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因，也要给因帝王，直到万世代无尽。你要给因帝王，这个王的意思，就是讲正天代要服侍因，亲像王；正天代要服侍咱的保家兄弟，亲像王一样。这是圣经里面的英文。所以咱在座的，你对基督教还久无信赖，你对基督教还久无了解。今日有咱古正兄弟拄拖落伊这个过往的生命，咱一个安尼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会当用着教会的仪式，听着牧师咧根据圣经，毋是这个所在咧讲过。在这个中间，咱就把握这个机会，去到伫你附近的教会来认捌这个，伫即马受苦对世人中马在各活，代代拢咧纪念的这个耶稣基督，咱就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得到永远活的活命，来得到一个咱的这个。啊，从介大生命的意义，在主的面前得到伊的救赎，所以无得当这个机会，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毋忙咱会当在这个中间有机会，通甲咱的啊保正兄弟同款，伊是安尼人艰苦，摕到迄个。你开始吃这款的这个药袋啊，啊，在迄个所在吊大堂，啊，走去到教会，在迄个所在咧洗咧，因夫妇在信仰的顶面互相扶持，所以会当在这个中间会当得到这款的稳定，甲这款的救助甲应允，求上帝施恩祝福在咱中间，特别祝福在还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人内面，当真来祈祷。主啊，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伫这个愿主敬听王宝正兄弟，伊下个别礼拜时，互阮伫这个中间认捌，同时啊，阮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利用重价来赎回，你是阮活命的主，阮伫你搁活了后。阮将来的活命也要安尼过活，所以求主你，予阮会当把握机会，就近伫就近的教会欢喜正对主你的学生，求别求你将这个救赎领到这个微小的中间，也安慰这微小，予因对今日的话会当得到安慰、快乐、甲意志。愿一切荣光归于你，愿你的平安。规定阮每一个欢喜将尽你的人的内面，祈祷恳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个人用信息。351首，一天堂吉英光也得到，才能起立来迎转手。
分钟的时间来进入，各位在座，咱台湾各位乡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今日特别的日子，咱要来纪念王宝祥兄，伊甲咱国义兴隆教会有真亲密的关系，因为伊伫个三年前五月初五来到咱教会来接受洗礼。伊要甲平明敏教授同款，甲杨黄信美平明教授的小妹仔，拢伫三月初七，人生最后日子，伊嘛行洗礼来到济南教会。啊，这就是代表伊对生命有盼望。我想兄甲张医师特别。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伫早前为着台湾的民主打拼的时阵，伊完全献出。1955年，伊伫个婚姻包中乡王厝寮来出世，8月2日，农历讲7月初9。啊，伊厝内底六个兄弟姊妹，伊上大。所以他需要到外面来打拼，只能带着一张车票的钱来到台北，在那裡做手工的西服店的这个我们说学徒学徒，在那裡认识到我们黄金珠这书，这中间我也在教会才知道黄金叔叔有时吼讲闹开，阿妈这才讲，哎呦，原来乡村多谢遐个足十年啦！你即马请问啦，多谢人偌大十年要回车，不是足十年咧？安尼了了，迄十年中间哦，讲砍手都唔敢砍，君子甲即款程度啦，迄人讲要输落啊！我咧讲，这才是吼有够伟大啦！好，过来，伊。
结婚了，转来台中创立新寮杨福社哦，咱的这个社中寮，啊，伫遐拥有三名兄弟，啊，伊安尼栽培这三个兄弟相当优秀。大囝黄家宏，国立政治大学数学系毕业，数学呢，哎呀，叫我去读，我就昏倒了，医学我无问题。啊了，哥到台大，伫个大学国际业学企业研究所摕到硕士。啊，即马伫台北日盛证券公司伫个服务，啊，有一个查甫囝。第二学生王玉涵，雷明刚转毕业了，嘛伫捷克斯柯达这个公司，捷克你知影吼？捷克代表作斯拉夫，以前是捷克斯拉夫，这两个共国，这两个共国和平来分开，共同使用国旗的一部分。啊，一个伟大国家领头就派出兵，就是苏联，即嘛叫做俄罗斯，啊，伊中间夹一个，今仔日这个乌克兰，啊，迄款呢，下面要发变作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分开。大家独立，啊！即款独立精神是无像遐个精神啦。向阵人是安尼，我袂共同伫海洋之声广播电台拼到今仔日。你也知影，无像遐捌曾经担任阮海洋之声广播电台的台长，伊嘛几落届，甲咱过另外一位后来的台长林益胜兄，嘛是咱教会兄弟，啊，佫坐落汉之声，顶才成败。为了报出来去用掠，哦，像就是折扇啦、木梢啦、衣裳发办吼，因在用性命来扛遐个前期后期，遐密杀呢造红玉。啊，张医师、甲张志伟兄，阮这吼算较好命啦，拢去衣裳发办走法庭。我若咧走地检署走法庭是干那咧走诈走卡啦，但是无一届我都搞判罪。伊就讲，啊，你也无前科，啊，你做这无阁袂歹款，啊，不过吼，恁无摕到牌吼，会甲飞机干扰，迄 FM 哦，飞机干扰落来，我就讲报告法官，我拢 FM 拢向中国迄边射去，所以我家用民国机拍来，吼，你还甲我感谢呢，吼，法官气到要死，你讲讲，我现甲你扣留，哦，咱当然是三十年前会惊啦。所以我唔敢阁讲，后来我才学着，免惊。你甲讲，伊会使甲你扣留到迄天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时间点一下嘛爱搞白。可惜向阵咱唔白，但是我见老先生伊栽培这件事，伊迄个地址，咱讲王玉红对吧？王玉涵呐吼，头先遇得着，唔是伊嘛吼，玉涵伊。就是伫迄款有民主的捷克斯柯达公司，咱台湾的公司又无，毋是伫遐啦吼，那伫遐即摆救袂转来哦。啊，伊的查某囝王梦涵，伊也伫国立高雄餐饮大学餐饮管理系，嘛甲这下佫同款，伫捷克的这个斯柯达公司服务。啊，一个甲你生一个查甫囝，查甫囝甲你生两个查甫囝，拢做四只啦，四只拢哦，我以前六公斤少的时候，来哦，你莫打生男孩，啊，四只拢生出来，啊，即个我袂使来讲，我叫我记者，你莫打生做嘛，诶，我即款的功夫拢是伫海洋之声训练出来的，一下足侪吼，咱这个成败吼，啊，你也知影，即边叫做即边啊，甲我手头有为着向红来咯，诶，过身。阮吼，足侪人感动啊！拢切结书写出来，伫我海洋之声手头有七名，就要再甲你操控，无声量嘛一个。若要拼，阮要地来拢会拼，你知无？即摆再甲你操控，伊嘛袂赴啊，袂赴啊。但是吼，这就是向阵老来精神，在座足侪拢做成官，伫迄年代传播的成败。有一届我伫个如何人生咧开会时。啊，隔壁坐到这个，咱讲兴隆的董事长吼，杨天发，天发兄，
哎呦，我计无熟悉，辈分差太远的嘛。伊作为总干的人，我直接讲，李秘书，啊，你海是啥啥无去报？我错着，为啥你来知？伊讲你无报，你无报，我困袂去啦。我才知国民党的这些企业家拢在听咱的节目，你知无？要做来弄死吗？咱在座这三金兄啦，黄三金迄拢甲国姓的教授塞车的人，伊都要去解枪啊，顺便要死用看啊，加载哦，甲抓到，无你即嘛无无一只，你知无？咱的精神就是安尼，多声兄，伊就是带这群人，大家拢在遐。我咧看见是讲，阿雄无啥走来，讲你先滴倒来，对恁隔壁高楼顶头，遐阵一间病院，或者惠民病院。在高楼的所在，又话你做，那就明明高楼，讲好做地下电台了。啊，我嘛在十四楼，嘛讲好做地下电台了。你知影我咧做工会，好许做，许样阵搞咧医生的，要再关哦。伫边啊，阿妈讲，讲讲你的频道，甲你查出来。啊，即嘛，搞伊许许做电信警察，搞好要再关，要再关，上网发关，哦，发关了，啊个。Fine 意思是讲罚钱尔啦吼，咱拢知影，罚钱倒来报落去，马上汇款入来，拄拄好三万。我若无甲伊通知，我希望讲看三十万入来，阿公我后壁阿公我还吼，反正定你有还，拄拄好就煞，伊就使唔知。啊，我咧找多谢兄西里的迄个做相片，你知阿当时出来无？我找甲要死，找无。你去恁家，迄个讲当即个跳出来啦。所以即摆拢伫你个手头，有伊洗礼迄间个相片。啊，伫个我出发庭个时候，后壁甲阮测量迄个，或者电信警察从快过，第二叫你老怕。我毋是啦，军事军事，我甲你讲过个啦，我是因为不得已，哎，创何吼？迄个种，迄个种调查官去甲你批错安尼吼，迄有无啥哦？暗时啊，海洋之声广播电台来一个检察官入来，我死啊！检察官代表法律，伊免拘票，免搜索票，都发到俺查封。我错咧，等哪会知影检察官甲伊讲，律师，别惊，我来要替恁写，叫做宪法的释宪案。是遐毋是简单嘞？你看文字咧描写嘞，会文文绉绉甲恁写一大篇来上对大法官解释。当然啦，那也叫打五十个屁股，对吼，你也去做好记哦。五六七号大法官事件案，都是为着海明先生来甲咱设设限，从恁家己无开放，互咱国外就会使有一个自由登记社区的电台，才会使安呢。所以你看一个检察官哦，卖讲是许说国民党遐企业家，你听咱的节目，连一个检察官，唔呐听咱节目，我专工来甲遐替咱写。咱描写的这款视线啊，足侪伫个即个民主运动的前辈所行的代志，完尾啊，即款咧想啊，郭先生教授，当面甲阮教的对啦。郭先生教授向从甲张医师、甲拄啊蔡明亨教授，阮伫早前创一个台湾文学院，迄台湾文学院伫遐教出来学生，变做今日台湾台语系的系主任，伫全国哦，各国拢台语系。啊！伫遐，阮栽培出来人，毛培育个人，像陈文茜啦，像许个说郑什么郑丽文啦，啊，搁一个走去济州岛吼，阿扁还未开票时，先走到陈文茜走去面对哦。陈文茜咱台中人呢，后来讲阿扁也对啊，好啊，袂甲你拍倒来。你看下，上帝安怎照顾咱？上帝安怎照顾多少兄？何伊个心心灵最后？这个三四年拢我咧照顾，伫遐看伊一天一天，身体虽然衰歹，但是足有笑容，伊个牵手嘛真有信心。这就是一只我特别甲布先生介绍给大家知影，嘛要用这个精神继续行头前的路。也是我都讲伤济啦吼，而且来甲个人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继续来照顾因这个家庭。这是实在的。好了，不得我。多谢张医师啊的分享哈啊，这是来第二次为了请
啊，大王来讲吼。首先好，先感谢我们的教会吼，那牧师还有那个长老，还有各位会众啊，那来帮我们完成这一次的告别的追思礼拜，那我们非常的感谢。那这几年哈，我们也感谢我们教会的会众，在这个我爸爸一些伤病的期间哈，都有不断的带导，还有各种形式的关心哈。那还有对爸爸妈妈的鼓励跟关心哈，非常感谢。这几年来讲的话，我看到我妈妈会开心哈，通常都是在讲教会的事情，所以说真的很感谢你。那三年前接到我妈妈的电话说，爸爸说要受洗，其实我是吓一跳。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跟我讲说他不相信那些东西。他后来我妈妈先受洗，然后我在台北也受洗之后，听到妈妈说爸爸要受洗，我觉得很开心很高兴，所以就赶回来，那也有到这个公益行动教会里面去看我爸爸受洗。那我相信说以我爸爸的个性啊，以我对他的认识，他要接受这个神，他一定是经过一个对神的爱的领会，还有一些经过深切的思考，并不是随便的。所以可能这个对我们的亲友来讲，可能有一些人现在目前的这个信仰还是蛮传统，是在其他的方面。那我跟大家报告，就是我相信他是一个真的是受到神的一个关爱这样子，然后才来接受这个信仰。那虽然说呢有一点突然哈，但是爸爸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收到这个主的恩召哈，那相信呢，他现在跟随的主的脚步，会在天堂过的一个喜乐、没有病痛的一个新的生活这样子。那我们感谢各位亲友在这个百忙之中来亲临哈，来参加爸爸的告别式，那给我们支持，感谢大家。这是要赞扬，啊，请咱工作人员吼，来将这个全部刷个透明出来。啊，赞扬的是支持头前先为主，伫我头前才行来。好一个规则来徛伫我的正前遐，人啊同地，啊，迄落你你怎样来？我们低头认得得快，啊，低头头认过来，啊，高低正认过来，你好。后来规则开始。Thank you.
用的吼。来，陈勇结束哦，这个看官。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佑你，请咱起立来敬拜。就伫遮，是为着要送阮的兄弟，无想遐最后是度阮捌，社会伫台湾民主自由的路，老火老伴，阮唔甘伊。当时你已经煞伊世间的艰苦，圣经有讲，阮读书三章，万行书天下万行书拢有伊的期，万面拢有伊的时，有生的时，有死的时。破病的时，有臃肿的时，有哀伤啼哭的时，流目屎的时，有欢喜跳舞的时，万行书拢照着你的所设定的时期，你已经煞好像遐世间的劳苦，伊的病痛无再困扰伊，我看伊也亲身见证伊接受。受拯救的基督徒，像做你的子儿，那你已经吊伊的灵魂到伫你的座前，是着伊安慰。那愿主耶稣基督恩典，预备上帝的听堂，甲金主席以及全家族同在，以及完整大家每一个人同在，对天顶赐福无上福气，予阮上帝慈悲。人民甲阮同在，也圣神的扶持看护，阮保守阮每一个人，对这事直到永远不尽。阿门。请坐，这是要开始大公祭时间，请咱请坐。举行的是我们今日的宫殿仪式，有请到我们会场外方所有的长贵宾与会来宾，以及会场外方所有的会众，大家请入席，请就坐。
同时也有请到两位参与人员，请就位。是我们今日宫殿仪式，有请到我们身着黑袍的家人，我们原地请起立。所有的家人来到我们会场的左手边，那我们面向中央走道。邀请到公典大会台中市议会联合奠祭，邀请到台中市议员陈正显陈议员、市议员赖家辉赖议员、市议员张耀忠张议员，请推派位担任主殿，与殿者一同邀请到市议员张耀忠服务处助理季宏瑞季助理、市议员张耀忠服务处助理杨晨杨助理一同担任与陪殿。有请主殿者与殿者请就位。再次有请主殿者与殿者请将宝成弟兄移向行鞠宫里，请鞠躬礼成家属回礼。再次非常感谢台中市议员张耀忠张议员、市议员赖家威赖议员，以及我们市议员陈正显陈议员，率领我们市议员张耀忠服务处助理季丰瑞季助理，以及我们服务处助理杨晨杨助理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党会立法院联合奠祭，邀请到立法委员张廖万坚服务处特助、林世斌林特助、立法委员庄进成服务处助理、林义辉李助理，先推派位担任主殿。有请主殿者与殿者请就位。有请到主殿者与殿者请向主内宝成弟兄移向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成家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立法委员服务处张廖万坚，给我们服务处特助林世斌林特助，以及我们立法委员庄进成服务处助理林义辉李助理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台湾独立靖国联盟台中分部拱殿，主殿者邀请到盟员代表邱前顺邱代表担任主殿，与殿者一同邀请到柯文馨、黄珊珍、林素和、杨宗礼、严碧珍以上贵胄一同担任与陪殿。主殿者与殿者请就位。再次有请主殿者与殿者请向主内宝成弟兄移向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成家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台中分部，由我们盟员代表邱前顺邱代表率领我们柯文馨、黄珊珍、林素和、杨宗礼、严碧珍以上贵重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锦屏里办拱处暨锦屏社区发展协会拱殿，主殿者邀请到理事长尤金龙尤理事长担任主殿。有请主殿者与殿者请就位。有请到主殿者向主内宝成弟兄移向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成家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锦屏里办拱处暨锦屏社区发展协会，由我们理事长尤金龙尤理事长前来关怀致意。公典
导会前台中市长张昆英，北区市议员参选人陈玉荣不共团队拱殿，主编者邀请到张昆英、张女士担任主殿，余殿者邀请到唐晨雪霞、林家田一同担任与陪殿，主殿者余殿者请速会。有请到主殿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前台中市长张昆英、北区市议员参选人陈玉荣服务团队全体会众前来关怀致意。党会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参选人杨宗礼服务处拱殿，主编者邀请到参选人杨宗礼、杨参选人担任主殿，有请主编者、余殿者请速会。主编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参选人杨宗礼、杨参选人率领服务处助理林轩宇、林特助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中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暨升平里办公处拱殿，主编者邀请到升平里里长萧行凯、萧里长担任主殿，有请主编者、余殿者请速会。主编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中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暨升平里办公处，由我们萧行凯、萧里长率领同仁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台中市台湾海洋传播协会拱殿，主殿者邀请到协会理事长张志梅、张理事长担任主殿，有请主殿者、余殿者请速会。有请主殿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台中市台湾海洋传播协会，由我们理事长张志梅、张理事长率领我们医师张启忠及前理事长等人前来关怀致意。党会台中市缝纫业职业工会拱殿，主编者邀请到工会理事长吕吉郎、吕理事长担任主殿，有请主编者、余殿者请速会。有请主殿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台中市缝纫业职业工会，由我们工会理事长吕吉郎、吕理事长率领同仁前来关怀致意。有请会众请退，请赴会。党会华南金控暨华南产物保险公司拱殿，主编者邀请到公司经理陈红旗、陈经理担任主殿，有请主殿者、余殿者请就会。有请主殿者、余殿者请向主内保全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将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华南金控、华南产物保险公司，由我们公司经理陈红旗、陈经理率领同仁前来关怀致意。公典
研讨会，总统蔡英文、台中后援会长红叶，主辩者邀请到李明宪李会长担任主辩，主辩者请就位。有请主辩者请向主内保神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家属打理。再次非常感谢总统蔡英文、台中后援会长李明宪李会长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王家宏同学会广电，主辩者邀请到李代成李先生担任主辩，有请主辩者余辩者请就位。有请主辩者余辩者请向主内保存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家属打理。这次非常感谢王家宏同学给我们李汉成率领同仁前来关怀致意。公典大会，君权实业股份公司公店，主辩者邀请到杨文通杨先生担任主辩，有请主辩者余辩者请就位。主辩者、余辩者，请向主内保存弟兄以上行鞠躬礼，请鞠躬。李晨家属打理。这次非常感谢君权实业股份公司由杨文通杨先生率领同仁前来关怀致意。到我们会场内方所有的会众，大家原地行起立。有请到现场所有的会众向我们所敬爱的主内保持弟兄一向行鞠躬礼，全体请鞠躬。李晨会众请就坐。司仪王队在这张会议报告，以上供电程序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也在接下来，我们将现场交给我们徐其祥徐长老来主持接下来的流程。非常感谢各位。常常为做跑前一个一个压钱的，第二个来提相片，第三个请牧师来对着。后面，后头再观摩，咁啊后边就是咱会所，甲咱的亲友。来，我们现场会中，我们先起立，我们先来到会场外方。对，你们先站好，手上没有拿东西的，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保证工作。来，你们先站好。